啊！你看我在这边发现了一个梳妆台上一个娃娃我看一下，来看一下，真的？哎，在那个上面是吧？嗯。哎，那不是梳妆台，那梳妆车吧？是不是？是吧？哎，旁边还有一个口红，还有个指甲油，还有个指甲油是吧？嗯。哎，上面是什么东西？还有个镜子。哇，我都能看到我自己。一个眼影是吧？哎，两个眼影啊。嗯。还有一个腮红是吗？哎，这还有一个，这个是什么公主啊？就娃娃呗。就娃娃是吧？新娘呗，新娘。哎，拿下来，来，拿一下看看，拿得到吗？用力用力，拿不到是吧？嗯，咱们得往哎，那有一个楼梯是吧？再往那个楼梯上去，嗯、哎，往这钻过去，走走走，哪里？那什么东西？哎，我看一下，来，拿过来看一下。这个叫给他卸妆的东西吧？卸妆的那应该画笔吧？嗯，啊，这个口红，口红，嗯、什么颜色？看看，红色。我看一下呀，哇，这真的是红色的。嗯，来，给他盖好，走，咱们上去拿一下，走吧。哎呀，哪里？这个梳子。我看看。哎，这个梳子是不是也刚才那个公主娃娃梳头发？梳头发是吧？那里，哎，快点去拿，那是什么东西啊？哇，这个化妆啊，嗯，走，去拿去。哎，这还有一个，这还有一个，你看，哇，也是个指甲油。哇塞，这有个指甲油啊。嗯，我打开给你看看，这真的是一个。来看一下来，你看，哇，这指甲油好好看。好了，走，拿走吧。嗯，来，拿去这一个，来，拿下这一个。哎，等，把这个拿走，拿过去吧。我拿这个，我摆一下啊。嗯，你给他摆一下。放。然后娃娃你拿着。放。然后这个呢？好了，就这样子摆着吧。嗯。去拿一下这一个。哎，这还有这什么东西啊？这也是个指甲油呗。又是一个指甲油啊。嗯。来，把那个拿起来吧。那你拿着。这个你喜欢吗？画的。嗯，这个刚好可以给他，是不是要给他这个化妆是吧？嗯。你喜欢这个是不是？对呀。给他摆好吧。这就是我喜欢的东西，叫什么？那个也拿起来吧，对呀，就是化妆台，又像一个化妆车是吧？